看到了地下街也是。哎，接关，我接关，我接关，我接关。超难的，我觉得很难。看一下，我示范过关给你看。对。好喘哦。那些警察可以说对不对？好要呢！啊！你不要叫我！啊！也不知道我们这些都要别这么的辛苦。好，但是非常不好意思呢，这一阶段呢还是我稍微赢多画面一分啦，好不好？这阶段我都算得一分就好了 ，OK？ 但是刚刚两位倩倩，对，倩倩跟倩倩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？他非常厉害啊，那这个还有身旁这一位，这个大家给他点嘘声好，我去练一下好不好？厉害啊！因为呢，这个赛制的关系，我刚刚一时妇人之仁。对对对，我最后呢，明明赢他五分的，我都算算一分就好。哇，我好有慧眼哦，挑对人。是的。哎，真的，我刚刚那一位，他爸直接帮我拜了四分。哇，好棒啊、哦！他人真好。哎，整个我们这个台北地下街累积起来呢，我反而输你一分。对啊，我要感谢那个倩倩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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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是倩倩。但是呢，再加上我们刚刚探母球的积分呢，没关系，我现在是少赢你两分了，好不好？没关系，我们台北地下街的赛事呢就到这边，我们接下来呢还会在别的地方继续比赛。对，你赶快赢，我会赢你的。啊，好的。好的，这个要我抢过来。啊，我马上就下个阶段。街头快打，青春第一站，终于来到了最终站。在汤姆熊，纳豆以5-2小赢动画妹；而在台北地下街，动画妹则以13-14的分数险胜纳豆。目前双方累计总分为18-16，纳豆队领先2分。而最后一站来到了士林夜市，究竟鹿死谁手？咱们继续看下去喽。是的，经过了这个汤姆熊，对，还有台北地下街，对，这两个阶段之后呢，我现在这个小赢豆花妹2分。啊，是吗？是我赢吧？是我赢啦、啊。哦，你小赢2分。对啊，我赢豆花妹2分，但是呢我们先来到了4017Play这个地方。对，没错。然后呢，我们要玩我们面前这头牛，野牛，尽情的甩动我们。对。那豆花妹这样好了，在这个阶段呢，你选择一个男性队友，我选择一个女性队友，那我们就两方。双方时间加起来就是我的分数。好，第一关西班牙斗牛机，本关为计时赛，从挑战者按下计时钮起开始计算秒数，一旦挑战者松开计时器则秒数归零，同队秒数合计较高者获胜，可得1分。选出两位队友之后，双方猜拳决定挑战顺序，结果由豆花妹和吕冠先发，纳豆和唐美美运气不错，可以先在一旁观摩。接下来啊，比赛马上开始。不要了，我好紧张，不要我们节目哦，强度不够，相当不错，你们的友情融合在一起了。真的，你们，我们加油加油！
12.1秒，你们就20秒了啦，好不好？20.1秒，谢谢女冠的表演。这么简单的东西，怎么加油啊？很难哦。我厉害，3秒。如果没有超过10秒，请大家喝饮料。哦，那都可以咬你很好哦。等一下，我先试玩一下吧。我说，他怎么？高难度干了。等等，小心啊！小心啊！等等，等等，等等。用手哦，小心你的衣服破了，小心啊！哎呀，哥哥加油！天哪！我要回家！好危险！衣服真的破了！纳豆自作聪明，竟然把衣服戳破了一个大洞，重点是成绩还很烂呢。各位小朋友，千万不要学这个笨哥哥哦。接下来，赶快用正确的方式好好挑战一次吧。哇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！你们这些混蛋喝饮料。妹妹，妹妹，看镜头在这边。开始之前有没有什么话要跟那个跟妈妈讲的？妹妹要注意。什么？跟妈妈说什么？加油，好不好？加油，按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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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在西班牙斗牛机这个单元呢，其实呢，我们就不幸的。以一点点小小的差距呢，输给了豆花妹。嗯，但是妹妹很厉害哦，她自己一个人就读了9秒哎。妹妹太厉害了，而且妹妹我衣服都破了，我们还是输掉、啊。玩这个还玩游戏还是要正确的玩法，妹妹，我们输了开不开心？哎，不对，妹妹你很厉害耶，好不好？那我们送你奖品好不好？好。哎、啊，有没有吓到？有吓到。有吓到。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哈。一关西班牙斗牛机由豆花妹获胜，两队的积分现在只差1分喽，豆花妹加油哦！第二关 F1 碰碰车，本关为限时抢钱赛，有两队用嘴争夺场内悬挂的。